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食物链，我是 Alex。 今天的减糖料理呢，主要会用到的食材呢是绿花椰菜，然后我们会再搭配一个速成版的柠檬风味的美乃滋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示范的减糖料理跟速成版的柠檬风味的美乃滋。那我们的美乃滋呢，就记得一定要用日式的美乃滋，因为它的糖含量呢是一般美乃滋的十分之一不到，所以它让整体的含糖量是下降了很多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我是 Alex， 观看食物链，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好吃又健康的料理，我们下次见。